人生下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死又何惧？倚天剑在我杨逍眼里就是一个破铜烂铁，伤他者必诛之。作为妻子，好啊，江湖称你为一个大魔头，我杨逍不是君子。其实你做的菜很香，很好吃，有家常的味道。我叫杨不悔。杨不悔，没事，名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光明左使杨逍，怎么还要造反？